家好，我是浩如。现在呢是正洗完脸要上精华液的时刻，我通常会搭配一下很微的用具 ，Check to Check 的玫瑰恶魔肌消光黑，是限量的升级版，它有非常这个流线的造型，是可以配合我们脸部的这个曲线，让我们上脸的时候可以无死角。它升级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它这个不锈钢的磁力刮头顶点呢，就是可以按摩你的穴位。它这个含金量呢是经过 SGS 的这个认证的哦。那它就是一击抵三击啦，美肤仪啊、刮痧仪啊、按摩仪啊，像我现在呢，如果要搭配精华液的话，把我们的这个玫瑰恶魔肌打开，长按三秒的开关，它就会出现 LED 灯以及震动。那我们再按一次呢，它会没有震动，它会变成 LED 灯跟开始加热。加热我们这个不锈钢的磁力探头，然后我们再按一次呢，有加热跟震动，最后一次呢就是又有 LED 又有震动又有加热。磁力的这个探头呢是45度的恒温，它这个非常符合人体工学，完全零死角，不停的微震导入，是1分钟8000次。我这样子啊刮一刮之后呢，你们看我的两边脸，这边完全这边都脸都凹陷了，怎么会这么有用？然后呢，这边还是有点水肿，比较泡的感觉。如果平常啊，你是那个工作很忙碌啊，然后没有时间上美容院啊去做一些全身 SPA 啊、推拿什么的人，我也非常建议你就直接用它这个。它这个弧度真的是360度 everywhere 都可以用，除了脸上之外，你连这个脖子，然后到这个肩颈，如果你真的很累的人啊，刮两下就出痧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加上你自己使一点力道，你看我稍微刮一刮，妈妈有多累，稍微刮一刮我都红了。你觉得你哪个地方容易水肿？譬如说你会觉得啊，我的手臂感觉很浮肿，你也可以刮一刮。甚至呢，如果你的腰好几层三针吧，你会把它这样子刮一刮，让它曲线可以出来，刮个几下，你也会发觉哎，比较有腰线，然后包括大腿啊、你的手啊，哪里不舒服就刮哪里就对了。探头你可以专门跟着这个穴位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温感，你可以针对太阳穴的时候做加强。如果你现在下单买我们这个限量版的这个玫瑰恶魔肌的话呢，它再送你这个玫瑰金的金钩棒。这金钩棒呢，一样你把电池放进去之后呢，一转它也是会有震动的。而且呢，恶魔玫瑰肌它就是可以随身携带，就这样子薄薄的一片，我觉得是我用过最厉害，而且一定会每天用，随时随地想到就来一下的一个神器。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。